我操！哟吼！哇吼！我看脱钩靠背被他捡走了。我的天！很快很慢都可以，有时候以咬快啊。哇！对，你不要掉下去。哎呦，干咬！哦呦，钓鱼！哦，没人终于。哟！有了，再拍了，再拍。有开吗？哦，仔细一下。应该是那个狗母说，应该是狗母说。哦呦，小只的啊！靠，要这么小只？哎，这可以吃了。嗨懒觉的。这个是狗母说。狗母说最便宜的鱼不是吗？没有啊，这个算是石斑的一种哎。嚯，长好丑哦！拿回去卖啊？没有啦，我把它放在这边，等一下让它游走。狗母说刺很多，但是这个太小，这个算大只啊。算了啦，就放掉啦。掉了啦！哎、欸，你绑饵有问题呀、啊？哦，没有了，没掉了。我、哦、没掉。还是我直接钓这一池就好了，给它用它发放下去。怎么还吃哦？你看它吃了。哎，你帮我拿一下那个签字。喝几口水啊！对啊。哎呦！又有活力了。要让它。我要让它在这边这个池休息一下，然后涨潮它就可以回去了。狗母说啊，这就叫狗母说，然后。狗母说。哎。狗母说。啊。啊，台湾人叫它嗨懒叫，嗨懒叫三小，嗨懒叫啊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很像懒叫吧？哎呦，放了，要被它死掉了？嗯，应该没死啊。装死的。哎，西米啊，西米啊，呀。有啦有啦，他假死啦！哦，这运动员一看就知道啦。什么东西？给仔细一看。中了，中了！哟、哦，吼吼吼，干！啊，新手运！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！哦哦哦！出现出现！哦，后力！可以可以，哎，来拖去那边再起来，拖去那边。哎，我的比较粗哦。放那池，放那池。我直接拉起来吗？没有，你往那边走，然后拉放在这里。哎，放那池，放那池。这里。哦，爽呢！爽不爽？超爽！赶快把它拖起来放这池。是不是就很突然？不要撞啊！不要撞啊！哦，好好好，破里线，要解开，要解开，然后把它拍照放成会。等一下，不会了，它不会死了。它很容易死。哎，我拿阿片。不用架着钓，你们继续钓。丢什么？丢饵啊！继续钓啊！小鱼在咬它。你们继续钓啊！我去拿钳子。哦，干，好爽哦！好爽哦！让你中红杆那些更爽。应该拉比较久。哦，红杆，红杆你可能会拉不赢它，因为它拉进来它会钻洞，钻洞就断线了。你把线背打开。好。OK。哦，破里蟹好爽！我今天两个中了啊，两个中都一直咬。对啊。让我休息了啦。单钩哎。
他牙齿超恐怖的，帮我一看。敢靠背啊？谁敢拿、啊？我很怕他咬到我。哦，干，好爽哦！爽哦，这个超爽。来，你把钓竿放下。放下吗？哎、欸，放在地上。啊，我现在没开着哦。对。来，给你抓。很直抓。你的那个先收起来哦。你干嘛太紧张？好紧张！哎呀，你抓起，抓起，对对对，抓着，好，抓着，好，放放生，看你要不要走过去一点再放。它会咬我。对。一定会咬。头抓好。我抓尾巴啊。头跟尾巴。干你们来又好了啊！抓头不行啊，你要自己放生。你要自己放，你自己钓的。你就直接抓头。不然你就先抓尾巴，它不会咬你啊。真的吗？对，它不会，不会。不会。好，走走，来去前面。好，再下一点，再下一点，再下一点。好，来去。这样吗？哎，对，等上，再下去一点。好，走走。啊？它不会咬你啊。真的吗？对，它不会，不会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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